边呢，凉快着呢。我们在日本呢，这些老房子可漂亮了。好了，不说了啊，我们先拍照了。想你呢啊，回国一定要见见。行，一定见见。神气什么呀？英台妹妹，走嘞，练功喽。啊，儿子等着呢。嗯，来了来了，等会儿啊。刚沏上咖啡，来了。走。爽爽爽，往右一拨，爽爽爽，俩人一起啊，爽爽爽，走。哎，你们看见我家狗仔了吗？狗啊，狗仔，我们家狗仔，过三爽啊？不是，狗仔，我们家狗仔，就是三爽，他一个女的呀，老是勾勾搭搭的，让他媳妇儿给轰走了。我不信。我们家狗仔规矩得很，他才不会干这些事儿呢。你听我说啊，哎，他那个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招惹他了，又给弄出什么别的毛病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哎，我们家狗仔，哎，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说了你又不信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但是在哪儿？哎呀，那，啊，哎，啊，那，啊，往那边去了。那边啊？哦，继续，哎，走你，走，走，狗仔。狗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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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是狗仔给我买的橘子，这是狗仔给我买的橘子。喂，胡老师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电话挂得太急了啊，忘了还有件事要问你呢。我不是胡老师，我是桂婆婆。哎，哦，那您是她朋友吧？哎呦，难怪她现在不常跟我们联系了，原来有人陪她在澳洲玩呢。澳洲？我们这儿不是澳洲啊。啊？你们不是在澳洲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这是阳光之家养老院。哟我手机落家里了，我去拿啊，你帮我撑着啊。我撑着，你去。你看看养老院，这有个水池，里面还有荷花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荷花。哦，那边是下棋和跳舞的地方，你们看不看？我带你们去看。哎，我这门怎么开开了？手机呢？搁哪儿了呀？我这不对呀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不高兴。这，哎，你看这两个小孩啊，这小孩正爱玩游戏，玩着手机呢。不是，看我们这是不是挺好的？你拿的谁的？你拿我的手机干什么？王老师啊，你们国外的风景真的不错啊。是他们叫我开的。我的天哪！完了，要命了！你滚！哎，这怎么了？什么叫滚呢？你骂人呢？我骂他了，怎么了？我们都在一个屋檐底下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是啊，一个屋檐下，你们看见了吧？你们都看见了吧？
这是我的手机，他凭什么拿我的手机？凭什么？不是，咱们大家伙都让着他点，他是个病人呢，有病，病人有病上医院去，住在养老院干什么？在这儿祸害人呢？我没有祸害人。你这是什么手机？你这手机值多少钱呀？他跟你闹坏没有？闹坏了，你让他儿子赔你，又不是说赔不起。你少在这跟我废话！怎么？你们欺负我呀？你们和金夫人在欺负我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怎么这么着？当着人呢？你别走啊！嘿，说话这人怎么这样？没人欺负你，没人欺负他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都看见了。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英台妹妹，事大事小的都得有个完，身体要紧。英台妹妹，来，我给她道歉，我给她道歉。大妹子啊，大妹子啊，你开门吧，我给你道歉啊！你给我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我哎。道什么歉呀？您看他这态度，你说那个道歉的话，他听得进去吗？走走走走。哎哎哎，不高兴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要说这个事儿啊，确确实实，贵婆婆有错在先。啊，是。你没事，你拿着手机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啊，是。有错不要紧，道歉啊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哎，那咱说好了啊，他要还不依不饶，那就不是贵婆婆的错了。啊，您来。啊，我道歉，我好好给他道歉啊，我认真道歉。大妹子啊，这您听见了吧？这还道什么歉？走，跪婆婆，走走走走。